干嘛呢？你为什么告诉我老姐秦永金神不正常？他相信你的话，那现在在屋里哭呢。你说咋办？来来来来来，我那不是权宜之计吗？什么权宜之计？狗屁！反正我看见我老姐哭，我心里难受。地包啊，动这么大肝火干啥呀？刚我跟天子还商量这事儿呢。 他当时对你老姐这么说，就算你老姐相信了也没啥。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放出这么一种烟雾弹是有必要，至少可以让齐勇摆脱政治上的纠缠，对吧？是啊，这天亮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是为了保护齐勇，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哎呀呀，天亮，他怎么了？ 哦，没事，闹着玩呢。嗯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在那儿等你。哎，这天亮又是什么事啊？我估计。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什么？结婚？方排长这么说的，让我们考虑考虑。我觉得不太合适吧。全连的知青虽然谈恋爱了不少，可是结婚的一对都没有。咱俩挑这个图，不太合适吧？
能这么死，你不能这么死。可能是从内蒙引过来的，这一路上有好几波狼群都要接近马圈，是我们保护的上心，才没有让狼群得逞。一辈子劳役马，还他自由。下辈子，让他托生为野马。哎，不能烧啊！按照咱们人间的想法和说法，这烧了不等于给他送过去又套上了。那就拜托你，把它拆了。我把它拆了？我已经认真向连里推荐过你了，今后有你接替我，协助耿大叔赢了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的心思比较细。话啊，一点都不疼的啊，咱们也是有交情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哎，不动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听话听话，是我是我。哎哎哎！哎呀呀，不，哎呀，是我！哎呀呀，快快快快快！浮云。哎呦，乖，还是和你有感情。去换药吧。哎，你说啊，你和老魏都当了官，干嘛把我调到这儿来？别发牢骚了，把你调到这儿来是抬举你。不久啊，连里会送你去学兽医的。哎，我可没想学兽医。真不识好歹，学兽医要进大学的，知道吗？进大学我当然高兴了。可是我要进了大学，我马上就得要求改专业。改不改得了啊，那得看你的造化了。不过呢，眼下你得专心于本职工作，知道吗？胡友，这当了官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。哦，排长就是个官了，我挣的比你多一分钱呢。领导啊，到马厩来干什么？切，你别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，什么领导不领导的，
我是放心不下乌云，身不由己的就来了。哎，这三连和九连的兽医啊，是咱们团最好的兽医。他们说啊，这乌云身上的伤好治，这精神上的伤子难治，没准他治不好啊。你想想，他眼睁睁的看着这老白马死的那么惨，他能不受刺激吗？所以他们说啊，哎，要是不把他处理掉，他会有危险。啥意思？哎，啪，懂了吧？这样乌云是一点痛苦都没有的。谁要敢那么做，就先把我处理了。都是他们说的。别等着我了。我说宿舍怎么没人呢？都来这儿看大侄子了。照顾交给你爸爸没有？废话，才几个月呢，会叫吗？再说，就是叫了，也不能让你。就是，以后等孩子会叫了，也就交给人家两口子听。天亮，我说你这没结婚就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哈，没几个人有你这福气，知足吧。我也没有说不知足啊。哎，你们哥几个年龄都不小了哈，该抓紧了哈。哎，我说弟宝，对，听说你不在内蒙找了个对象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事可千万不能乱说啊。要是被我姐听见，肯定又是一场战争。还掖着藏着呢，这事儿你藏着干啥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孙静文，过来一下。过来。这事儿你散布的吧？这又不是啥坏事儿。忘了送给我姐还有我姐夫像章的事儿啊！你又不是猪脑子，你一定要说多少遍？这么大的事情我能忘掉？哎，我最近这个衣服上是不是天天都是马粪味儿？还没变过来那个劲儿呢。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认认真真干，必须得干出点成绩来。哎，你说你小子有的时候还真能说出点道理。干嘛去了？啊，去马棚那转了转。哟，开始洗尿布了。看样子是想正儿把你当爹了啊。哎，天亮，你就赶紧跟周平把婚事给办了得了。这一来呢，你让大伙儿都乐呵乐呵。二来呢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爹了嘛。我都不着急，你着哪么子急啊？我看你呀、啊，还是劝劝你姐夫和你老姐，先把喜事办了吧。那你们两对就一块儿结呗。嘿，我看行。兄弟们，你们说呢？这主意好啊！啊，小弟包啊，人家的事情，那你着的什么急呀、啊？哦，我晓得了。哎，
孙静文同志现在也算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哎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鼓动天亮和齐勇都赶紧结婚的真实目的，是他自己也想结婚吧？他们要是不结婚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提出来啊？哎呀，滚一边去！哎，小黄婆，你给我也留点小张文。哦呦，脸都红了。按照迷信的说法，春雷应该是闷雷，夏雷才是惊雷啊。这雷打得让人发毛啊。没什么大问题，还算是安全。我们先打个炮眼，放一炮，震他一家伙，把这些松动的地方全都震下来。哎，都先别过来，我和天亮打个炮眼，先放一炮。啊，齐勇，你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哎，大家伙先随便找地方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周平，我说你跟天亮还在等什么呢？干脆把事儿给办了。你俩一带头，我老姐跟秦勇紧接着办，这样一来，我姐夫也有了，嫂子有了，侄子也有了，这也是我上山下乡的一大收获呀。我没问题，你问天亮去啊。小豆，从昨天晚上你就开始念叨这事儿了，你呀。好有一笔呀、啊，叫住持不及和尚急。去去去去，你说啥呢？你懂啥呀？这光恋爱不结婚，谁都受不了。不信你问周平，能急不急？急，心里挺着急的。拿你们东北话说，叫猴急猴急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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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对了吧？哎，周平呀。你得说明白呀，这光说急可不行，你得说急什么呀，是吧？是呗，急着做天亮的老婆呗。扎根落户不就是为了结婚生孩子吗？结了婚之后就更有人疼了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有人搂着了，你不就想听这个吗？周平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敢说话了？我本来就这样啊，只不过后来生活的太压抑了。以后我做咱们七连的李双双。李双双呢？哎，满一班的都听到了吧？赶紧督促赵天亮抓紧时间跟我们平平结婚，不然的话，要是哪一天我们平平等不及了，可能呀，就要嫁给别人当老婆了。哎，天亮，周平要和你结婚。哎哎哎哎哎哎、他俩也太慢了，我过去帮帮他们。小心啊！哎，秦师傅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来来坐。哎，你得找一个日子啊。够深了吧？再大声点，多塞点药。
呀，怎么那么慢？磨蹭什么呢？你别废话，安全第一，懂吗？问题是现在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啊。我就发现吧，你俩有的时候没有我孙俊文还真不行。就好比如说，这俩炮友的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我说你到底是来帮忙的，还是来故意炫耀自己说风凉话的？我当然是来帮忙的了。想当年，咱们仨勇闯冰天雪，同心协力，死里逃生。哎，从此以后啊，孙静文、赵天亮、齐友三个人的名字，就在这北大荒广袤的土地上。行了，你别嘚瑟了，干活。切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打锤技术不行，你还是扶签子吧。啊，来给我。你啥意思啊？这北大荒有什么我孙静文干不了的活？对，没有你干不了的活。说北大荒有点过了，至少在咱们七连啊，你肯定是这个。哎，对，我也觉得你是这个。扶签子是这个。去去去去。来，给我。给。金荣，咱俩换个位置，我左手不习惯。来，行嘞。你小心点啊。来。三二一。哎呀。小心小心。走。静文一直是最棒的，肯定能坚持一会儿，是不是？这别了。秀萍已经答应嫁给你了，你们就赶紧结婚吧。
我就是这种小动物。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说什么时候结婚，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。到时候你来操持。 姐，我挂包里有封信，是给蔡苗苗的。你一定要帮我寄给他，说我对不起他。你说什么呢？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听见没有？静儿，会好的。 可爱的静雯
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他的壮烈牺牲使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劲儿，可是生活仍然在继续。天亮和周平、齐勇和孙曼玲，我们两队战友的婚礼定在八一建军节那天，因为我们兵团至亲都是准战士，也是为了满足静雯临终前的嘱托。就咱们两家，窗台还有墙边全抹上水泥了。连长说了，以后盖房子就要盖成这样的。天亮，你以后真的天天给我洗脚啊？那你不怕把我这个资产阶级小姐宠坏了？给你洗个脚就宠坏了？不会吧。再说咱们好不容易结婚了。怎么了？我又想起静雯的事儿了。她不应该死的。你说那天夜里下那么大的雨，我这个当班长的首先也得去山上查看查看情况呀。天亮，你不能一直老这样想。就算你有天大的责任，静雯不是没有埋怨你吗？可我就是心里过不去。冰冰，虽然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，可是我不能，真的不能。不能什么？我还是想回宿舍去睡觉。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总会过去的，行吗？给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我就想啊，咱们南一班原来是十一兄弟，哎，这傅正跟静雯离开我们了，王凯、张旭、陈永康这仨小子返城了，这沈丽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现在不好讲啊。天亮跟老齐当丈夫了，就我们三个人了。你在那絮叨啥呢？我这不是过来陪你们仨作伴来了吗？哎，老魏，以后你干脆就住在这里好了。就是，临时住住可以，时间长了肯定不行。我是司务长，应该住在炊事班旁边，我住这儿算咋回事啊？老魏呀，以后你就住这儿吧。
你再一走，就是我们仨人了，打扑克都少一人。行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谁愿意和我挤挤睡啊？哎呀妈呀，啥意思啊？就是你啥意思啊？哎，天亮，今天是你新婚之夜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这段时间晚上我就住这儿了。哎，天亮，回去，回去，麻溜溜的。周平同意了。我不同意，你们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你看，你们不能这样嘛！你才不能这样呢！赶紧的，把他给我弄走！快快快！你们听我把话说完，行不行？说什么说呀？你一进来，我从你脸上看着你心里咋想的了。我也看出来了。哎，想法可以理解，做法完全错误。赶紧走，没你这样的是吗？解释个屁！什么？今儿是不欢迎你啊！不欢迎你！让我把话说完，行不行？赶紧的，走，让开，住点，门关上。开门。开门！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你们听我把话说明白啊！不是你在这废啥话呀？你现在应该立马回去跟周平认错去。我有什么错？我说天亮啊，你的错误就在于啊，你只考虑自己的心情，不考虑周平的心情，也不考虑别人的心情。我掰开了揉碎了，我很负责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就是另一种自私，另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。就是。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对，大男子主义。回去吧啊，回去吧，别惹周平伤心。赶紧回去啊！快点回去，赶紧的，别让周平伤心啊！回去吧。到底还是怨我呀！我是排长，那天怎么就忘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山顶的情况呢？那不是你的错。你还记得老白马被狼咬死的那天吗？我记得指导员也是这么跟耿叔说的。有些事儿是我们料不到的。别说了。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的日子，我想给你提个要求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尽快改掉你大男子主义的臭毛病。以后你要是再在我面前耍什么大男子主义，我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你。你一定要虚心接受，能做到吗？能。你今天咋这么好脾气呢？因为你说的都对。哎，那我能提个建议吗？行。只要你说的对，我都按你说的去做。咱俩是不是应该过那边去看看？我觉得你刚才对我说的那句话，也应该对天亮当面说一次，因为他始终对静文的死自责不已。哪句话？那不是你的错。
天亮呢？他说这几天还想在宿舍再住两天。我同意了的，快快快坐吧。啊，坐。哎，秋萍，不用忙活。啊。哪来的照片啊？那是静雯生前给天亮的，天亮求人在县城给放大了。我都没见过这张。那要不你先拿走吧。也好。静雯，你去把天亮找回来吧。行。哎，不用。我能理解他的。理解是理解，我也理解。可是理解不一定是对的呀。不用，齐勇，真不用，齐勇。哎，回来了。绚丽的青春指甲，画出人生的层叠波澜，一代人的追忆，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。难忘那苍茫岁月，呐喊着温暖的春天，默念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。梦里的晶莹泪光，闪耀你我曾经的容颜，风雨中的思念，相伴着过往流连。哪里有雪野大地，哪里有战友的生死相见，哪里有山村的川，哪里有父老乡亲的惦念。我们曾经用身躯亲吻今生的心。